画儿可以交流，可有些东西永远不能。什么东西？名节、名节，这两个字分量很重啊。 钟理事长，新海公司是我一手培植大的，最近由于管理层的疏忽，确实出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情，我很痛心，准备亲自出来收拾，希望能够网开一面，不要再追究下去了。我老。 本来应该是在家里享福的时候，可我为什么还要出来奔波？为什么？稳定了金海，就是稳定了金海上千个职工家庭，就是稳定了金海的经济。你能说，这仅仅是出于我一己的私利吗？你要惩罚罪孽，我在忙于纠错。我们之间没有什么根本的矛盾。 你的话对我有启发，可你的要求已经超越了我的权限，那样做会违背我当初立下的誓言。我不能，我很喜欢你，我有个和你一样大的儿子，可惜我们在乱世中离散了。 你就不能陪我再坐着？我们两个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再交流的。干嘛呢？我也有一种怪怪的感觉。 你指他还是我？都有。我说他不会要吧？钟立健这小子不识抬举。 我们能这么老等下去啊？你想干什么？喂，哦，是您呢。这次小潘他们的事全仰仗您了，还有老吉啊。那个，你趁热打铁，赶紧把那案子结了，不就完了？大家太平，不好吗？对。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的诬陷，我想领导应该明白。对手在这个时候破案的关键时刻这么做，那完全是想浑水摸鱼，想扰乱视听。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。我们现在更希望听到的是你对整个事件内容的解释。你现在这个开场白，就是否认昨天对你的举报，是不是？ 我当然否认。我说钟立健呐，这种时候、这种情况、这种事件，你多少要反省一下自己行为的过失吧。我没有必要反省自己，因为我根本就没有错。我错就错在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不够。马姐，专案组我是副组长。 反贪局，我负责。我以这双重身份不建议，暂时停止钟立健同志在专案组的工作，同时撤销他主办检察官的资格。你干什么去？我暂时离开专案组。坐着。
我们现在对这件事怎么处理，要等党组开会研究决定。钟离剑必须写一个详细的报告，我相信会查清楚的。 有一件私事想告诉你，这是政府机关，不谈私事，以后什么大学教授啊、企业老板的事都到私人场合谈比较好。严书记，您误会了。其实啊，这件事对我来说没有什么，不过对于您，我觉得还是告诉您比较好。说，钟离剑离开专案组了，说是涉嫌受贿。 那脾气，那你们俩凑在一块儿可够呛。你怎么知道我们俩够呛？我们俩好着呢。你晚上去哪儿了？跟几个同学喝酒。 窗帘拉上，黄爷。我爸说了，抽空去把护照办了。护照？不办。不办？不办？你想做什么？以前生活习惯多好啊，可现在呢？又抽烟又喝酒，你去照照镜子看看，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了？ 整天游手好闲的，什么事儿也不做，还不去上班？你不上班，我还要上班呢。
上了吗？没有，他手机一直关机。喂，你在哪儿啊？干嘛？你不相信我现在有空？那你马上过来，你可以印证一下吗？我等你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你等一下。我本来还想让您跟他说几句呢。他这么快挂电话，就是不想跟我说呗。来，你把这个送到机要局，然后你就下班吧。你今天怎么了？一句话都不说，这么安静。是不是又准备跑啊？哎，我今天可不在等你。如果你今天再跑，你前脚走，我也跑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呢？上次明明是你赶我走的。我赶你了？你就不用管我了。我想一个人待会儿。哎，你明天不是上班吗？那你先走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你是不是准备以后把我说的每句话都记得那么清楚，一个字儿都不差？女孩子的记忆力就是……要不电影电视里面那个女特务表现的那么多呢？嗯，就是因为他们脑子好。我这辈子还是头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人赶走，我当然刻骨铭心了。那下半辈子如果我又犯了类似的错误，请你多担待。你以为说说就完了？哪儿那么简单啊？得罚你。怎么罚？随你。真的？嗯。好，跟我来。导致了一些经济上的错误，但是总体来讲应该说是好的。他们这个合法纳税啊，给我们静海做了贡献啊，同时呢能够积极配合我们查账，这证明他们有决心改正错误。而这个关于姬昌盛的贪污问题啊，是葛平一手策划的诬陷干部事件，没有证据来证明姬昌盛本人与此有关。而萧凤英死于放火案子和朱思琴的这个案子呢，是节外生枝的刑事案件，与专案组我们调查的目的无关，所以说呢，也是可以结案的。您倒是起来呀！我起得来吗？你们俩，给我把他给架起来。拜拜。不起！容易什么？你这是惩罚我，这是让我出洋相吗？这不是？扶着我，扶住！哎，这
不是就是哪吒吗？哎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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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扶住！哎，哎，你让我自己来，你别管。这个接下来的任务啊，啊，曲阳啊，你要重点调查白燕的案子，尽快把这件事情了结了。任晓呢？啊，怎么这几天没见他来开会啊？他去保护何静了。哎呀，可以让他回检察院了，这种保护早就可以撤销了嘛。这个不妥当吧？何静直接牵涉到金卡案。我建议，还是应该对何静进行保护的。我们刑警队是准备接手何静这个案子，不过在我们安排好人员之前，我觉得还是应该请任晓同志继续负担保护何静的任务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我看，我们专案组人手有限，这个案子还是叫公安方面另案侦查吧。大家都累了吧？来喝口水。哎，你不用你过来，你看我给你划过来。你这惩罚也太容易了。哎哎哎！哎呀！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来来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哎，没事。来，大家辛苦了，喝水吧。来。辛苦了。屁股摔成四瓣了，来，喝口水吧。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谢你一直陪着我。恭喜你，过关了。这就过关了？不行。哎，你干什么你？哎，我还没还。哎，你嘿，哎，帮我拿着。哎，好。能行吗你？哎，你小心！哎呀，哎呀，钟离，你没事吧？叫你别逞能，别逞能，你偏不听。怎么是我逞能啊？明明是你害我。明明是你笨，快起来，起笨。那是因为我今天衣服穿的不对。还赖衣服呢？哎，来，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怎么了？腰。哎，你腰怎么了？完了，生活不能自理了。哎，你要负责。我负责，下半辈子我照顾你。那你就别赖着了，快起来吧。嗯。哎，不不不不。起不来，起不来。不行，我要成哪吒。德行，你还真想成仙呀？成仙多好，脚踩风火轮，手拿乾坤圈，三头六臂，七十二变。啊，后边是说漏嘴了，反正是除恶扬善嘛，铲平人间不平事，多过瘾。过瘾。那大家还有什么其他意见吗？我对您的做法有意见。我希望能够越级上报，来表示我对整个案子的不同看法。你有什么意见，不能在这儿谈吗？如果这里能够接纳不同意见的话，还会有今天这么多结论吗？好，您有这个权利。散会。Thank you.
专案组已经准备停止对金凯案的深究了，希望你能兑现诺言，立刻放了我儿子。郑赫很好，你大可不必为他担心。我告诉你啊，别把我逼急了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。要是当年咱们的孩子还在，该和钟离剑一般大吧。你瞒不了我，我什么都会知道。我有这么个能干的儿子，也算是后继有人了。哼，你知道什么呀？你什么都不知道。你我当年也算是两情相悦的，如今走到这一步，谁愿意？只要金凯这个案子你正式宣布结束，我马上把郑赫还给你。到那时候，我决定退休，认下钟离剑，好好尽尽做父亲的责任。你休想！你是了解我的，我这个人做事，不管对方怎么反对，也要做到底的。你也许还不知道，钟离淑华开刀换肾的钱是我垫进去的。原本我想算是对他抚养我儿子的报答，没料到有人捣鬼，反让钟离剑受了委屈。希望你能对他解释一下。你这是一厢情愿。站着干什么？坐着。给我的述职报告。我认为以我现在的情况，很难再开展工作。如果硬干，只能给我本人、给同事，还有您添麻烦。你辞职，那我还要感谢你了。对不起，是述职。述职，我要的不是这个。一句话也不说，低着头就往上爬。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吗？看夕阳。好，这边这方向都不对。你跟着我没错。哎，还是这条路径呢。所以我说跟着我没错。就怕您不想给我跟着您的机会啊。所以你就想选择离开，一走了之。反正案子已经定性了，选择什么路都一样。那走山路算不算定性呢？这条从来没有走过的山道是定性之内呢，还是定性之外？啊？你说看夕阳来不及了，那也算定性之内吧？你看看，看看，我来龙虎山这么多次了，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一条路。大概你的性格决定了。你只认识一条，所以你就说来不及了，掉头就想走，哼，动不动就想放弃，没有出息。我和公安局的贺局长仔细地研究了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向市委的严书记和纪委的鲁书记做了汇报。那他们怎么反应啊？很重视。二位书记向省委的有关领导做了请示，上级领导指示一定要查下去。可是咱们那位孙局是啊，老孙是我的战友，可是近来发生的一些事情，我们内部的几次泄密，还有老孙在金凯问题上的一些作为，这个案子之复杂，
不是一个拿了20几万的王主任和一个包了秘密情人的秘书长所能够冲天的。有一张大网啊，我早就说过。所以我说啊，最近你什么都不要管，记住，绝不能辜负省市领导对我们的期望。难度是很大呀，不过你的对手此刻必然因为你受到了打击而放松了警惕，这正是你最后反击的良机和前提。将计就计啊，有点俗，不过可以试试。以后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路，您得早告诉我。哼，我早告诉你，你信吗？吃饭。小慧啊，咱们爷儿俩有多长时间没在一起吃饭了？爸，都是我不好，跟家俊待在一起日子太多了，都没好好照顾你。别这么说，是爸爸连累了你们。对了，说到家俊出国的事儿吧，我澳大利亚的一个朋友答应做担保，你让家俊赶紧做一下准备。对了，你跟他一起出去，不要留在国内了。你们单位没什么事儿吧？单位会有什么事儿啊？行长把行里的资料汇总了一下，刻成了光盘，这样便于统一管理。其他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那就好。爸，我去盛点汤啊。好。光盘，你怎么来了？开始啊。你不是已经走了吗？后边，好，把那 S 枪吃了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一个检察官找一个警官谈话。钟立健，你好像已经离开专案组了吗？谁宣布了？正式宣布了吗？你不觉得我是清白的？当然，我今天来不想让你谈清白不清白的问题。那你想跟我谈什么？我想求你帮助。开玩笑，我能帮你什么？雪阳，你不觉得这个案子问题很多吗？你不想把这些问题搞清楚？我搞清楚了又能怎么样呢？钟离剑，何苦呢你？我想让你想办法采集到肖凤英和白燕的 DNA 样本，然后亲自送到省厅，重新进行化验。我不勉强，我希望你的选择和我一样问心无愧。赶快打辞职报告吧，护照签证我已经给你再办了，我们一起出去。非得要出去？你觉得呢？我不想出去。你不知道事情有多严重啊。不就那么点事儿吗？如果再加上一条制造假口供，那可就是蓄意了。什么意思？
在哪儿弄来的？我给你洗衣服的时候在口袋里发现的。这账目和你们金凯有关，可是现在他找不到了。你刻这些干什么？你还不信任我们金凯？我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？我是想留个凭证，万一有说不清楚的地方，把它拿出来，也好彼此有个数嘛。姬长顺，你心眼真不少。可问题是现在找不到了。我明明把这个东西放到家里，可是我找也没有找到，这不是怪事吗？单位里有没有啊？这种东西我怎么敢拿到单位去？你再好好想一想。我担心是被葛平拿走。哎，一个死人你担心什么呀？死人我当然不会担心，我是担心葛平把这件东西交给他妹妹。如果这样东西何静真的交出来，你还能在这儿坐得安稳吗？我就是放不下心。一想到这件事儿，我连睡觉都睡不安稳。好，好，好，我来想办法弄明白他。我就是为了这件事。还没有。那辆车找到了没？那辆车暂时也没消息。哎，小陈，白燕的床最近有人睡过没有？没有，她失踪以后谁都没睡过这床，连动都不敢动。一定，如果有白夜的消息，我会通知你们学长。再见。再见。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？啊？闷。你怎么现在这个时候到站了？不知怎么了，我今天就是想过来看看你。辞职报告交上去了。今天晚上我没事，带小辉回来，我们一家人吃顿饭。来了，哎，路上有些堵啊。黄阿姨。是我啊，你干嘛呢？哎，闷死我了，在这儿待的。哎，黄阿姨，最近旅行社生意好不好？我特别想你们。
儿子，来，哥，我不能再喝了。喝喝，没事儿，喝。嗯。哎呀，哎，来来来，满上满上。我自己来，我给你拿。我自个来。喝喝喝，来来来，来呀来呀，没事儿，在家里呢。爸，对不起，儿子给你丢人了。哎，没什么对不起的。儿子，你爹当初呢，他是一厢情愿啊，想子承父业，才让你去当刑警的。不，爸，我当刑警我很开心，我也很快乐。我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但儿子实在是不争气，对不起。别这么说，你不能陷进去啊！你一陷进去，到时候。到时候想拔都拔不出来。走，走得越远越好。这个是我跟你妈给你的存折，汇丰银行的，到哪儿都可以通兑。爸，那他哪来这么多钱啊？哎呀，你就不要问了。是我，是我。爸，走，走得越快越好。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都等了你好几个小时了。哎，你怎么手机一直不开啊？我在执行任务。哦，吃了没有？吃过了。那喝两杯去。算了。嗨，你跟我客气什么呢？行啊，好好干吧。好好好，谢谢。哎，曲阳，干嘛去？捎我一段。好，再见啊。哎，孙队，你怎么抽上烟了？嗨，没事，闷得慌。知道吧，我退了。你退了啊？啥时候退了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犯过错误的人，这也就是一个唯一的出路。哎，你今天不是休息吗？这拿着现场枪干嘛去？哦，小赵病了，他今天出不了，我替他一下。走。何静，就是葛林的妹妹。哎，她现在不是在你的保护之下吗？罗明，你知道你在跟我提什么要求吗？哎，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。你知道我是一个正在保护证人的检察官吗？这事儿不可能。你听着，这个世界上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事儿。这件事儿就不可能。站住！就那么走了？之间还有一笔账没算。你知道这些日子我们在一起吃饭喝酒、洗桑拿、搓麻将，一共花了多少钱？你再想想，我会赔多少钱？那可都是金牌的钱。你说吧，多少钱？我还给你。金凯是未必要你还这个钱，我只是担心去告罗明啊。你真以为我怕这个？我告诉你，这事儿绝不可能。
自灭。喂，你好，我是许阳，我现在正在去省城 DNA 检验中心的路上。对，我要说的，注意安全，拜托了。好，再见。谁呀？处长。你怎么想得到我这儿来了？正好走到这儿，欢迎我。哪能啊，请还请不来呢。哎，随便坐吧。坐呀。看来你们那位哪位呀？